在晓明和 baby 的婚礼现场，这里是红毯区，媒体区好多人，很喜欢这里的建筑风格。签到的时候突然下雨，这个是主路，各种点心，这场超级梦幻。过来，因为他那里边有。简直是花的世界，这是通往主场的大门。现场就是一个震撼啦，嘉宾纷纷入座了。我坐30号桌，会在哪呢？来一个大全景。找到30号桌了，那现在为大家揭晓一下伴手礼，这个应该是个巧克力吧？没错，果然是巧克力。这个是，
主婚人吴宇森先生，证婚人王中斌先生上台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请两位非常信任的前辈啊，长者来送上他们的祝福。那首先是我们的主婚人吴宇森先生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在此后漫长的人生道路当中，无论身体健康、贫穷富贵，无论环境如何改变，您都将用一生的时间去关心他、钟爱他。请两位交换结婚对戒。等一下，裙子还没好，等一下，等裙子，等裙子。